我思故我在，这是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名言，这也开启了人类对于存在的思考。存在主义哲学认为，人活着才有意义，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但人生在世，又有多少人能清楚自己存在的价值与意义，而且安然无惧地面对生命，也不轻易地放弃生命？生活紧张啊，自己完成不了任务，忧虑，或者是呢，恐惧，没有安全感，或者是呢，对自己的期许很高，可是呢，自己真正的能力啊，也就是实力啊，是不足，或者是自己的能力也够，或者是叫实力也足，但是呢，时不与我，也就是说因缘不凑巧，时机不对劲，是转过来转过去都是碰壁，都是呢挫折。那这些这种人呢，就渐渐的会陷于抑郁症，因为对于未来没有明天，明天究竟是指什么，也就是他自己的前途，自己的远景，这是所以愿景啊，不知道是什么了。通常有一些人是眼高手低啊，不自量力，因此呢就会啊陷于忧郁症。有一些人呢，他们能力也够，实力也足，就是运气不好，也就是福报不够，因此呢，这是人家成功，这就是自己是失败的。看着人家成功，自己一碰就是失败的，因此呢，就会放弃自己，选择啊，自己早一点死了。那这也是一种状况。那有一些人呢，就是在头脑想的太多，自己没有办法休息，也就是叫做神经衰弱啊。那想的太多是想什么呢？因为自己盲目头绪，可是呢，自己好像抱负很多，愿景很大，可是没有办法伸展他自己的这志向，英雄无用武之地，觉得这个世界啊，实在是对他来讲，他是对世界失望。他不是对自己失望，他自己是对世界失望。可是想办法，怎么想办法？那头脑里边老是在思考，老是在想，因此呢，就可能会渐渐地呀，失去自己头脑的控制。那幻景啊、幻觉啊，以及幻视啊，以及幻听啊，都会出现的。那这种人，往往会听到一种声音，哎，这样我告诉你啊，你去死了，哎，你去死了，死了就没有事了。本来这个念头是从自己心里面想出来的，结果幻想以后啊，就变成了，就是外边呢，好像有一个什么神啊，有什么鬼啊，有什么一个外力啊，哎，控制他，叫他去死，那他就觉得，他说我也没有想要死，怎么办呢？哎，你还是死得好，那就跟他可能辩论喽，
我不想死哎，不行，你是一定要死了，你非死不可，你不死，你是没有路走了，你还是早一点死吧。实际上是他自己的矛盾的心，自己在跟自己对话，但是感觉上好像是跟那个什么外力在对话。那结果呢？那到哪里去死？哎呀，我告诉你，死的方法很多。现在我告诉你，最好的一个办法是什么？有的是上吊，有的是吃安眠药，有的去投河，有的呢要他去做什么，有的是用割腕，那种种的方式他都会教你。那他自己实际上是头脑里面自己在想的，想来想去实际上 是自己在自我对话。那结果呢，他想到什么办法，哎，最好就是什么死吧，就这样子死掉了。自杀已经要入了十大死亡原因之一，许多人觉得陷入人生的低潮，选择了用自杀或自残的方式来解决生命。如果我们碰到了人生低潮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转变心念，用提升自己、鼓励自己的方式来突破困境，不要走向忧郁自杀的倾向？通常的一种自杀的人本身呢，他并没有一定要自杀，但是他没有选择的余地，那就自杀了。另外呢，在这个科学家的统计啊，对人的心理的一种统计法，从小到大到成熟甚至到老，这个生命过程之中没有想到这自杀这个念头的人，从来一次也没有想过的人不多，几乎每一个人不会就说是100%，都会曾经想过我要不要死啊，我想还死了好多。有的时候好像是个开玩笑的这样子对自己讲一下，有的呢就是真的觉得好像过得好像很无聊很无奈，那算了吧，死吧，没意思。那对于自己失望，或者是对于自己的这个所爱的人失望，或者是对这个环境呢失望，比如说历史上有个屈原，他就投汨罗江，他是对当朝的君王失望，他就投汨罗江去了。那就是说自己觉得这个世界已经没有救，自己活下去看着看不过去，那就死吧。那这个呢都是自杀死亡的原因呢。那我们在宗教来讲啊，在我们的佛教来讲的话，死亡是一个愚蠢的事。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，如果能明白每个人在社会上是有责任有义务的，就不会轻易把死放在嘴边，而能够珍惜生命，做更多有意义的事。毕竟死不能解决问题，该尽到的责任也不会因个人轻易的死亡而烟消云散。虽然你死了以后法律上没有办法再追究你了，因为你都死掉了，可是呢在佛法上面叫因果来讲，你欠的人呢，因为你的责任没有了啊，你逃债啊，你自己应该受的苦没有受苦，应该尽力奉献你还没够奉献，应该来受苦受难，那
你就要受苦受难的，你没有受苦受难，那你自己表示要逃避你的责任，那多就是啊，说是犯罪。犯罪呢，在一般的人来讲啊，死了以后，对，没什么罪不罪了。可是对我们一个宗教徒，特别是一个佛教徒来讲，我们讲业，有一报，有因果，我们的生命并不是这一生结束以后就没有了，我们这个生命只是一个过程，在这个过程之中没有完了之争，到下一次过程里边再来要承担起来，这一次逃掉了，到下一次还会找到你，你还是要负起责任来，而且你现在有机会，你没有偿还你的责任，你现在逃掉了，到来一世另外一世的时候啊，你要连本带利，因为你欠人家了，时间长了就是利息要付啊，那你要还，那还的更多一些啊。哎呦，我们呢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呢，没有说没有事情可以做的，就是说你现在没有饭吃，没有工作做，一无所有，那你大概说没有责任了吗？或者也没有家庭，你大概没有责任了吗？有啊，我们在活着的时候，我们有口呼吸，我们还有颗心的念头，我们能够用身体的体能，也能够用我们自己的物质的才能，或者是体力财力来尽责任，来为我们这个世界来我们的奉献。如果什么也没有，我们还有心，至少我可以祈祷嘛，我可以为全世界的人祈祷。比如说我是一无所有了，但是我还没有饿死之前，我祈祷全世界的人不要像我一样能够啊有饭吃，能够获得健康，那这是一个好心。这个好心有没有力量呢？有，这是心念的力量啊，就能够感动神明，感动，这是我们叫做护法龙天，感动佛菩萨。所谓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只要有信心，有决心，有诚心，不为自私而利益众生的诚意，一定能感动天地，帮助我们完成。这是一种我们该学习面对责任，不逃避责任，推而广之的态度。有这样的态度，想死都很难了。那这个在佛经里边呢，就有很多的故事啊，虽然自己的力量很有限，可是呢，你有心要救这个世界的时候啊，它有产生力量，比如说这个佛经里面有一个故事，是一只小鸟来救森林的大火。森林里面有一只小鸟，看到这个森林大火啊，那很多的野兽都逃走，很多的鸟都飞走，那不能够飞走的、逃不掉的就烧死了。
那这只小鸟呢就发了一个心，这个发了一个什么心呢？他说我不管怎么样我要救回去。他就用他的翅膀在这个火灾的现场之外啊，有个溪里面有水，他就用翅膀那个站在这水，在这个失火的森林的上面呢洒水。这个说杯水车薪，中国人讲啊，实际上还不如杯水啊，这是羽毛上面一滴滴的水，而且火灾是整个森林的大火，它根本就是一种愚蠢嘛，不自量力嘛。但是他发这个愿心啊，因为他发了这个愿心，就感动了这个天地，就下大雨，一层大雨啊，把这个森林里的火一下子就熄掉了。所以啊，人还有一颗呼吸之时，你不要对自己失望，对自己失望你是放弃你自己，对自己失望要想自杀的话你是逃避责任。你现在啊逃避，未来也还是要偿还。所以呢，在佛教徒来讲，首先我们就要思考到遇到了问题不要自不量力，遇到了状况不要啊自己愤愤不平，也不要这个忧愁苦恼。那没有办法的事，就时机没有成熟没有关系啊，时机没有成熟，我现在不能做的那些大事不做小事啊，时机不成熟，我自己能力不够，我没有办法赚大钱，我赚小钱了。如果没有钱赚，那什么钱也没得赚，那我就捡垃圾啊。到现在来讲还是可以捡垃圾嘛。那天无绝人之路，这是我们中国人呢讲的一句啊古训。只要你有求生的这个愿望，不管你有病也好，你穷也好，你走投无路也好，你都能够生存下去。但是如果是自然的要死亡了，那我们的生命到了时间呢，那我们就要走亡，那这个是不是自杀？自杀死啊啊，那是不应该的。许许多多的哲人都在思考，人活着是为什么？宗教家有不同的解读。佛教认为一切是空，要修身使自己看清世界和自己的本来面目，最终能不入轮回，达到涅槃的境界。基督教讲爱，人是为爱而生，每个生命都与其他生命之间有爱的连结。人生下来就是来经历爱与被爱的深刻感动，虽然两家各有论点不同，但人生必有所作为是相同的本质。用现代的语言讲叫做逆向思考。在古代呢就好像是人在旅行之中啊，当你走到山顶的时候啊，你说我快要走下坡路了，就是逆向思考啊，就是到了山顶，你再往前走，一定是下坡啊，哪有这么多的山顶，一直往上山顶山顶到天上去啊，不可能。到了最高峰的时候，那你自己要晓得这是要已经到了顶了，再到。往下坡走，下坡要不要走？走啊！又老是在顶上，你不可能的事啊。那你就是要往下走，走到谷底了。这个时候，谷底就是本来就是你自己的目标嘛。
到了顶峰再往下前走就是往谷底走嘛，那到了谷底的时候这是目标之一，然后呢再往前走，往前走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山嘛，另外一个山又是一个高峰啊，又在前面嘛。上高峰走的时候很辛苦啊，不要以为上高峰是很舒服的事，那自己认为登峰造极这是非常的威风，实际上要上高峰以前这个过程是蛮辛苦的，那你准备辛苦上高峰，这是另外一个高峰，一个高峰期到了最高峰的时候你要很欢喜，这下我可以省一点力了，我可以又要往下走了，下走下坡走比这个上坡走的时候比较轻松一些，但是呢是走的是下坡，是走这又往低处走了，人家也看不到我了，风光也没有了，那但是呢你在到了谷底的时候你还是欣赏一下谷底的风光吧，山谷里边也有风光哎，山里的风光是什么？是溪水啊，小动物啊，是绿水啊，是所以水是绿的，山是青的，山谷是幽静的，这个还是很好啊。你不要以为到了山谷里边呢，觉得很可怜了、啊，可是你要知道。山谷里边空谷也有足音啊，实际上足音是你的回音啊，哎，这个也是很好啊，来欣赏欣赏山谷底的风光，然后你说现在我又要往上走了，人生的旅程不断的这样子起伏的，生命就好像有一天你被带到一个五光十色的游乐园，既然来了就玩一玩看一看吧，与其坐在那里想我为什么来到这里，来这里又有什么意义，不如就起身投入，多去接触和尝试，欢喜接受挑战，体会成长的喜悦，才不枉白来了一遭。